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是我啊，俊景园的 Cherry 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搭车来到大围站，会为大家介绍一个铁路站的豪宅盘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大围站的名城。名城是由长实和港铁合作发展的大型屋苑，共三期，合共提供4264个单位，全部为三房及四房大单位，会所和园林总面积达62万尺。平台花园以阳光和园林设计为蓝本，设施包括缓跑径、儿童游乐场、湖泊式的水景园林和晶莹水帘观赏池。平台设置有盖行人通道，连接各座的楼宇和来往地面的升降机大堂。我哋嚟到今日要介绍嘅单位啦，名城城汇，实用面积842尺，属三房套加工人套房嘅设计。首先带大家睇下个客饭厅啊，客饭厅系横厅设计，客饭厅分明，非常之光猛，景观都好开扬。客厅连接露台，望翻花园景色，两个客房。大细相约，望正屋苑的花园景，而且设有大型入场柜和书台，令到个空间更加实用。主人房空间都好阔落，可以放一个大衣柜之外，放张大床都仍然有好多空间走动，而且可以享有花园的绿油油景色，由睡房望出去就好似一幅风景画咁靓噶。主人房的套设设有酒店式的镜柜和浴缸，而且有窗空气流通，在比较新的楼龄来讲是真的很难得的。客厕就连埋工作平台，方便住户晾晒衣服，而且干洁实用。工人套房都是明厕设计，空气流通，部分用作衣帽间和储物的用途。钻石型的厨房虽然面积不是很大，但都五脏俱全，很实用，两三个人入厨制作美食一样没有难度的。如果大家对今天介绍的楼盘有兴趣，想看现楼看真盘的话，欢迎你随时联络我。我是俊景园分行的 Cherry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